知名国际品牌固然令人向往，但高昂价格却并非人人都有能力负担。如果只是想在日常穿搭中增添些特别感，不妨参考看看这款价格实惠的商品。其同样以不易过敏的925纯银所打造，用两条细致链圈与交错的小珍珠组合排列，营造出多层次的视觉美感，风格甜美却又不过度稚气。其次，为了配合各种不同的手腕粗细度，这款手链还附有 2.5 厘米的延长链设计，可依自身需求调节适合的松紧度。再加上一年保固与终身免费保养等完善的售后服务，不论自用或送礼都安心度十足，无需花大钱就能追求美丽。受到年轻族群喜爱的 Gucci 银饰系列，向来以带有复古感的产品著称，近来再度进化升级，推出了加入珐琅的新款式，并改用圆珠取代链条，旁如银色珍珠的外形更多了几分柔美气息。而手链上串有四个绿底银标双 G 坠饰，翠绿色的珐琅可谓吸睛度满分。另一方面，这款纯银手链的钩环亦采取了新颖设计，摆脱传统需要费心仔细扣上的钩饰锁头，而改用配合圆珠形状直接按入的扣法，以单手便能轻松穿脱。正在寻找质感、抢眼度与实用性兼具饰品的人可别错过了。说到银饰商品，想必绝对不能不提女孩们梦寐以求并被昵称为小蓝盒的 Tiffany & Co. 这款手链，以纯银打造出一颗镂空爱心坠饰，直接而毫不遮掩地诠释真爱的意义，成为了品牌人气不坠的经典代表作。整体丝毫无浮夸的宝石或造型装饰，却因流畅完美的线条，使得佩戴在手腕间时能衬托出优雅纤细的气质，而简约设计亦可与其他手镯、手链互相搭配，活用度广泛。此外，与其他精品品牌产品相比，万元以下的价格也可说是亲民许多。象征着纯洁、天真、希望的雏菊，经常被运用在饰品的设计上。Georg Jensen 的雏菊系列首饰最初源于二战期间的1940年，是为了纪念名为 Daisy 的丹麦皇室小公主诞生所推出。而此新款的手链采用双面设计，坠饰底面为纯银，正面则加入细致的白色珐琅，且共有多朵不同大小的花朵，高雅中尽显细腻工艺。除了手链之外，Daisy 系列亦有推出项链、耳环等品项，很适合一并添购，为整体造型加分。另外，此款手链贴心于纯银上镀，使其与空气隔绝，防止氧化，以有效保持美丽色泽，即使是不善保养的人也能放心购买。以各个星座的守护花为主题发想，将玫瑰花、扶桑花、星辰花、百合花等素材制成手链上的坠饰，再增添几分浪漫之余又带有限定感的氛围，若是送礼想必能送到对方心坎中。另外，每款手链在链尾还设计有活泼的蝴蝶、蜻蜓、瓢虫等小装饰，完美呼应了花草的主轴，举手投足间产生的晃动感也十分可爱。顺道一提， Art64 是台湾在地的饰品品牌，近20年长期深耕于银质饰品，产品线多元丰富，举凡男女款式皆有。而此商品有提供三个月的保固保养服务，由于是台湾厂商，各种售后手续也相对便利，值得各位读者纳入考虑。来自法国的轻奢珠宝品牌 Clio Blue，旗下产品多半带有浪漫梦幻的调性，深深虏获许多年轻族群的心。其代表性的标志为一条小鱼，而这款造型经典的纯银手链也完美融合此元素，并在鱼身上镶嵌一颗土耳其蓝猫眼石，让整体显得亮丽又充满活泼气息，推荐给初次尝试法系饰品的人参考。此外，粉嫩的猫眼石色调不至于过度抢戏，不论是单条佩戴，还是与其他粉红、粉黄款式，亦或和玫瑰金、
黄金等饰品一起使用都别有风情，令纯银手链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意大利精品品牌 Gucci 除了热卖的手提包、小皮件外，近年更以质感卓越的925纯银饰品抢攻市场。其中最有人气的莫过于 Interlocking G 系列的手链，将代表创办者 Gucci 有 Gucci 名字缩写的双 G 打造成隽永的金属标志，再加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增添了不少复古及摇滚的气息。而值得推荐的是，此款手链另有细版可供挑选，除了改变了链条的粗细程度外，还将 GG logo 增加至三个，整体更显精致时尚。若是预算足够的话，作为情侣对链也是不错的选择。以华丽高贵的强烈风格，获得不少明星艺人喜爱的 App Monaco 有推出众多适合出席宴会、婚礼等盛世时可供佩戴的饰品选择。这款陨石系列的星形纯银手链上装饰有两颗大小不等且镶满水钻的星形坠饰，配上两侧的圆形水钻，让人不禁联想到满天繁星，将饰品的华美度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需注意，此星形的造型虽然美观，但尖锐形状在佩戴时可能会有容易翻转及碰撞甚至是掉钻等疑虑，购买前建议先洽询好相关的售后维修服务范围，以备不时之需。来自丹麦的 Pandora 以能自行挑选吊饰并组成独一无二手链而闻名，即由自我创造故事的概念将饰品提升不少层次，当中这个设计简洁的基本款便很适合作为入手该品牌手链的第一选项。它以925纯银材质搭配上一颗满布耗时的扣头，微带复古的效果，除了单带之外也能与未来添购的串珠完美结合。只是此产品的长度无法调整，若有追加串珠的计划亦可能会压缩到长度空间，选购前别忘了仔细确认尺寸。购买饰品时，多数人会挑选925纯银款式以拥有较好的硬度，但若非以佩戴为主，而是为纪念、特殊喜庆节日赠礼，甚至是外拍摄影所用，999千足银往往会成为首选之一。因其银含量接近 100%， 使得色泽更加皎白洁净，外观相当讨喜，同时也有趋近完美的幸福象征。坊间亦有足银能消灾保平安的说法。此款手链以足银打造而成，加上双星紧扣的坠饰以及两侧饰有的三的等级耗时，散发着贵气及喜气的质感。唯独足银的材质不如925纯银坚硬，佩戴时需格外谨慎以防断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